求阴影部分的面积之差。甲乙呢都是两个直角三角形，但是甲的底和乙的底高都不知道，怎么求呢？观察发现了，甲加空白的这面积组成的是大的直角三角形，而乙加空白的面积组成的是长方形。题目要求甲减乙等于多少，那甲是被减数，乙是减数，它俩同时加上同一个数呢，这个差是不会变的。那么我们令这个空白的面积啊等于 A 的话，甲加 A 减乙加 A 是不是还是这差没有发生变化呀？那甲加 A 是大的三角形啊，乙加 A 是这个长方形啊，这两块面积很好求吧。所以呢，大的直角三角形面积是底乘高除以2，减长方形面积是长乘宽等于30平方厘米。所以呀，它们的面积之差甲减乙也是30平方厘米。关注我，克服党不哭了。